收睇晚间新闻报道，警方现正通缉一名同本案有关的亚裔男子林俊贤。该名男子年约20到25岁，身高1.8米，中等身材，中黑发。富豪系通缉人士的相片，如果有任何他的行踪消息，请联络警方。啲警察迟啲会揾到你，我唔想累咗你啊，你走啦。阿贤，你系咪要抌低我啦？不如我哋走啦，呢度唔安全噶啦。收声，不要再吵啊。吃咗嘢先啦。点解净系得10万嘅？我同你讲，如果3日后我见唔到齐齐整整100万喺我个户口里面，你唔好以为我唔会杀人啊！我乜都做得出。
啊，对唔住啊。唔紧要，地方污糟仲抹翻干净佢啦。咁样画都几靓。稍等，应该冇人啦，你有冇嘢啊？会唔会有事噶？唔会俾你有嘢嘅。真绑架我有关，请你跟我翻去接交调查。放开佢做乜嘢啊？放开佢呀！放开佢啊！你放开佢啊！放开佢啊！放手啊！
位特别新闻报道，一名20岁的香港女子在九龙塘住宅失踪，警方怀疑事主有可能被绑架。事主邻居表示，见到一名陌生的男子曾经行踪鬼鼠地出入事主的家门，现正通缉一名同本案有关的亚裔男子。